我是 Ice Life。我要向你展示怎样才能在地球上某些最危险的地方求生。我必须面对一星期的挑战。在那种地方，如果没有适当的求生技能，你甚至连一天都坚持不了。你们过来，直接上山，把山神庙踩一踩。有车撑啊，闯哥。那还要吗？这边山不要停了。那还要吗？弄他是吧？可以开始滑过去。滑过去。我俩滑只能滑半坡。是的。他能听到我了，我感觉。我得先看一下山神庙有没有漏了啊。啊，哥可以拉右边，小心。山神庙没了。小心绿边那边。我也走正面了呀，右边不敢拉的呀。小心绿边那边架枪的，蓝标有是吧？对啊，刚刚那边有个车是。就是他这样子开过来以后，可能停在这个方向了。那、啊、我这边。靠另一种，他在看右下，在看马哥的方向。我右边踩不了，不敢踩的。我能顶他木筏吗？我们都没踩到凉坡，你可以从我左边，你可以从我左边，对，我就从你左边顶木筏反坡。对，蓝标。走远一点，看远一点，不知道沟里有没有人的呀？要倒一个。我操！别打我！我准备打你了。啊！弹机包我都没舔上，我操，被打了，好像。啊？其实我这儿能塞俩。打了那个。我脸上有车，我脸上有车，我脸上有车。哎。可以。停我前面坡。就在前面坡。我帮你架，他们不带圈的，你先你打暗面吧。脸上那个坡是吧？绿边石头那个坡。我死不了的。你先打暗面。左边还有人抽他，他在跟峡谷对枪。但是他倒催脸上，我能打。你妈一百针似的。然后我们后面要小心绿箭上来的。先把第一卡。我要踩个坡了，兄弟。踩那坡不好帮你。动车！我操，一百针，你妈这么卡呀！我操。他就在我这坡后啊。OK。我拿个右边位置帮你。他还能蹭我的，哎，打一下。蹭不了了，打残一个，打残一个。死了吧？哎，不是，还是倒的，又倒一个，看能 K 吗？死完了吗？没，独倒一个。我抽的卖点的。架的，帮我架的。顶下果了，可以。OK。毒死了。OK。来，帮我这边顶。我们可以一路打完这个峡谷好像。那是卡峡谷。小哥，你可能高坡留个人，我再盯一下，我感觉还没死完。高坡留个人。看他是有一个独倒的。高坡留个人。我补了。OK， 那死完了。打不过去。独倒那个补是吧？他不在圈。打不过去吗？我踩一标好吧。他不在圈呗。在下呗。卡他就好。不妨再打，我们把这队直接解决了，找机会解决好吗？两个人。刘贺，你标点那两个人，小心你右手近点。近点来不了，三标两个人，三标那边也来不了。他们不带圈，他们只能这样，懂吗？你跟他呗，你跟左右圈呗。没，感觉上面得要人多一点。要跟我，要跟我，要跟我，要跟我。上面人要多一点。他会直接点点黑八不这里的人，绿标这。他会顶正面的。有饮料啊，打一箱，我400啊哥。地上两瓶。能往下埋不？我感觉可以啊。他不在圈，你等他。等圈刷完，我们可以主动打。他那个反坡啊。不，他右边不带圈了。我看一下左边的。他马路对面有吗？还是啥意思？有啊，可能有啊。右边一个。打到了吗？打到了。我脸上一个。我得退，我退了，打药。我脸上一个。打残了。右边。慢一点。脸上一只，脸上一个，趴下了。给我标定标准。就在我脸上。残了一圈。倒了。还在我脸上。大刀了。又趴下了，又打药了。一标就在圈边。我扛你。这逼在这里趴了一整个群攻击，没子儿了都。呀，我操，完了，兄弟，我他妈舔工都会不会舔死？这个毒。鱼圈，会吗？死不了吧？
哎，没事，我有蓝圈。这边来个人。我操，我蓝圈包。我这边来个人，给我清一下吧，我正好往那走。下炮龙，可以去跟吧。可以，我这可以来个人，给我清一下，没人就可以待那边。黄军还在干呢。黄军干着呢。车带一下吧，如果我们没圈的话。下炮楼了。我们可以直接去炮楼吗？炮楼可以啊，我有车。是在炮楼打吗？他们打里边打，炮楼好像没人。我直接下炮楼了。山上。这不打完了。只能驾车带。这是直死吗？好像是。下吧，你们有车吗？我有辆车，我自己有车。那我跟他下了。我马路边有一个，我得接一下。那上面是不是可以留人啊？现在现在留着吧，圈在上面，炸你！在炸你！我操，喷子，我脸上，喷你！这样吗？二十把喷子。人架，人架左边。他不漏。爬回来。楼梯，楼梯，楼梯，楼梯。别倒。好了。这不就一个，两个，又顶过来一个。这我干的没得完了呀，兄弟，要不我过去给他顶了，你给我架行不行？可以试一下。不架，给你下个圈也。就顶马哥这儿。哎，你帮我把架死，帮我架死，我马哥那，真的。倒了，牛逼！那个是那个分子，有烟吗？别接，别接，我的。右下有一个，右下。哎呀，杜狼！小心屁股，屁股要打你了。爬着给你看。不用爬了，不用爬，就一个他脸上。上二楼了是不是？我进去。他上二楼。楼里，楼里。他要被头上架的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去搞了，我去，我找三姐。敲东西，敲东西，直接贴一楼去，直接贴吧。现在去哪？哦。楼梯，跳了，受不了自由，能抢救一下吗？要烟就能抢救。咋的？没烟了好像。烟。我没烟了。救不了。那不吃枪械啊？刚爬过来，我来吃。我刚爬过来不吃。我在轮胎那被吃抽的，应该就在那树后。就这棵树应该。够了，我包里全是雷。给他丢个蓝圈。二标这颗，就两这颗。快投下去了他。留远点！怎么拉走了？打药去！喷颗烟，然后可以丢蓝圈，往他脸上封一个呗。嗯，操你妈的！聊歪到他妈的韩国去了，操你妈！哪个？前面的那个。啊，我那雷没炸到他，他直接跑我脚底下来。你得等我，我感觉得等我们，等我们一个。这还怕？或者等两个，想留一个。
最后那波肯定是不能一个人顶的，要么两个人顶，要么两三个人顶。然后还有一个点，宇川，虎狼在这儿，我操，打的头了吗？一圈不是要控双股仓吗？对吧？然后人来了之后，如果那个山神庙控不到的话，可以控 P 城里面，知道吧？那个圈没有必要跟那个二狗家的人开战，这样子的话太激进了，有点。所以现在二圈往右刷，如果刷到这边来的话，他也只能吃一个那个 P 城山那边。你发生啥了？因为你们上 P 城的山是慢的，什么意思吗？刚才那个主要是属实他比较菜，我觉得，不然的话你可以看一下你们那个来的时候那个枪线布置，他们枪线是很有优势，而且他们少来了一个掉线了。他妈的，我 EQ 打 EQ 被他堵完了，他妈的，就跟他妈跳舞一样，我操！我不知道我打没打头，我没敢多爆，我就爆了打一枪，打中了。他妈的，他往右扭，往右打，我往左打，他往他妈的，我都没敢多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被他扭完了。